好漂亮，谢谢。介绍一下这身衣服。怎么介绍？就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觉得它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最喜欢？就是比较干净，比较简单吧。好，逸飞平时穿白色的居多。没有，是第一次穿白色，其实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最近在准备新的工作当中。有什么样可以透露给大家的吗？这暂时还都不是很确定，所以确定下来以后会告诉你们。当然今天巴萨的活动会跟往年不同，因为正好就是建国60周年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。之前在这过程当中大家都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感受，我想听听逸飞的想法是什么。我觉得其实挺有意义，去年因为是在奥运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尚巴萨的这样一个慈善的活动，今年正好是60周年，所以觉得都挺好的，挺有意义的。那祖国母亲想跟他说什么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越来越好，然后国家永远这么繁荣，这么不断的在进步。对，好，谢谢逸飞，谢谢。